再过4天就是双十国庆了，国防部示范乐队三军乐仪队周末下午在自由广场进行国庆操演排练，整齐的队形变换，精湛的枪法动作，务求在国庆当天完美演出。艺人明道也在其中架势十足，吸引现场民众目光。伴随军乐声，三军一队进场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动作整齐划一，枪法动作更是熟练无比。背着小鼓敲打起来，默契十足。今年首度亮相的八人花式小鼓队表现亮眼。艺人明道也将参与国庆大典上的表演，让今年的国庆表演更添话题。今年比较不一样，当然是多了一个大明星明道啊。对啊，就是能够看到一个明星的话也还不错啊。很好看啊。对，音乐跟整个队形都很棒，真的很好看，很整齐。国庆那天我会再去看的。今年的国庆表演除了有艺人明道小鼓表演，乐队一队经过不断训练所呈现的精湛演出值得期待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副展、梁志超、林家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